把他们一找来，一量血压，一个都不高了。可能有四五个人还吃点药，还吃着药呢，其他人也没吃药。最高血压现在230，原来是，把这一量，160，下来了。所以这里边的什么情况呢？这个气调的那个也是变物质，身体里边的那个血管紧张素啊，好多那个好多激素啊，一到气场里边，这变了，物质一消没了，正常了。有的瘤子没了，到咱们气场里边就没了。那个气场里边，如果这个气场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咱们长老是瘤子要消散尽壤，瘤子消散嘛，就是加了个意念呢。如果你没这个意念，就不行。所以我讲这句话让告诉同学什么呢？告诉同学们，咱们现在这个气场啊，通过今年咱们的职工学习，这个意识在统一，认识在提高，积极性在加强，积极性也提高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统一的意志啊，往一块想的多了。以前呢，咱们也在交工，也在进门，在这儿有不少人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就没那么想。现在很多同志们都开始想智能工了，讲了几课，大家讨论理想，你问怎么着这个精神因素啊，大家这么一想，好了，这个气场变样子了，气场变样子了。所以这里边就是呢，我们同学们呢都要时刻得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跟咱们部主任讲，我跟咱们很多老师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气场的巨大变化，我们很多老师没有意识到气场巨大变化，我们同学们呢也没意识到我们气场巨大变化。可是新来的病，从外来的人，所以生人，所以有点生人气是吧？啊，所以有点生人气，等于是他这个气儿跟你气儿不，他有点不适应，到这儿以后他敏感，一碰这儿哦，他感觉这儿气场是，他气变化比较大。我们在有点习惯了，意识里边有点麻痹了，意识里边麻痹了，所以接着气少了点，慢慢有点习惯性了。我们脑袋里要一重视，哎呀，我们气场变了，我得注意，我得让我自己变呢。我们个儿得长个儿了，长个儿了，瘦的让他胖啊，胖的往那瘦啊，是吧？我还得长本事。你今天加这个意念，又有这个气场，有了气场，你要用它。这随便说那么几句话了，是吧？这不然的话，我们同学，有时候你整天也跟平时跟以前上学那个情况，那就坏了。以前我们上学也是老师讲课。在这儿呢，无非有点不同在哪儿呢？有点不同，哎呀，我们还练练功。我们同学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气场和别处不一样。这儿有气，你要用意念，我得要变，我要变，我要变，你要变，你有要变的心情才行啊。没要变的心情，你变不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同学们得特别要注意。因为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讲下面这三个问题了，就意识可以改变人体感觉的灵敏度。因为讲这个问题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个题呢要多讲一点啊，这题多讲一点。因为咱们平时讲课的时候呢，这个题只一般的讲了讲，没全面讲，所以咱们在这一点上要多讲一点。为什么要多讲它呢？因为我们的精神可以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灵敏度。这个灵敏度啊，这就关系到我们练功了，也关系到我们整个对外界事物怎么去反应，怎么去处理了。我们如果懂得了，就应该对好的想办法让它敏感，要提高的敏感度也增高增强。那不好的，我得千方百计让它低，我不受它影响，要掌握这个规律，把这个规律要掌握它。掌握它之后呢，用它来指导我们练功，把它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时时刻刻接受好信息啊。这所以这一点呢，这里边我们写的也比较细一点。
因为一般的人呢都有这么个心理状态，怎么说呢？他说你不管怎么说这叫客观存在，哈哈，都这么讲。说你不管怎么说这是客观存在，你不能够否认客观现实，一般人都这么讲。其实呢我们搞了气功之后就不是这么说了。客观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谁给你定的叫客观存在？找一个分别，这个分别有三个种，三个种不就你拿了天平称了称的三个种吗？你不是称了称的三个种吗？如果在特异功能那儿的话呢，一克重也没有，半克重，一毫克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客观存在的话呢，是你给他拿一个，你给他定了一个衡量标准，你先给他定了衡量标准，然后那个你给的这个标准，然后你说的他这个客观实在性是个什么什么样子。实际上来说呢，而这个客观存在，他存在不错，是他的，他对你有什么作用，能不能起作用，那可就不光取决于他，还要取决于你。当然他的存在怎么样，也一方面取决于他的本性，另外如果你要跟他发生作用也还取决于你。因为我们人是有主动性的，他是没有主动性的，他是被动的。所以人呢，外面刺激我们人起不起反应也取决于我们自己，对外面的事物怎么样也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关键。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敏感度啊，敏感度这里边不仅仅是广指接收而言，不光是广指接收而言，我们书本上主要是讲的接收，接收外面的刺激啊，外面事物来一刺激我们能不能起反应，起反的程度得成为敏感度，就是接收刺激啊。突然也还有那个敏感度对外面能不能对它起反应，能不能使它起作用，这也是个敏感度问题。这是什么？对那个事物的敏感度，比如这样一个东西，这事物我要把它掰断了，这也是你看了一个事物之后你怎么样来反应过去对它起作用，这也是个敏感度问题。我们主要讲是接收刺激啊，接收刺激。在接收刺激敏感度都有哪些变化？第一个就是降低感觉的亮度，受到个外界刺激，一定量的刺激，一般人嘛受了刺激应该受一个刺激起一个反应，受两个刺激起两个反应，应该起的反应和受的刺激成正比，但是呢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哦，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从咱们现在医学上来讲，刺激一刺激一刺激一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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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两个刺激连得很近，有一个刺激可以不，他身体正在起反应那一会儿，对这个可以不就不起反应啊。咱们医学上来说也全后无力气了，一起反应全有了，不起反应啊，不起反应了，这是一个他不再不应气，不给你起反应，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呢，你反应太刺激太强了，他也不起反应，就超限抑制了，这也是说这个反应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反应呢，都不是在这个层次里边讲的，就讲的我们普普通通他应该起反应的这个范畴里边，通过精神作用能够降低我们对事物的反应的强度也好，说亮度也好，就这反应这个度它降低了，降低了。怎么样去降低呢？一个是分散注意力啊、哦，分散注意力嘛，也可以叫做移情作用，移情，把这个精神移挪一挪开。你不注意他了，
你想别的去了。对这个事物的刺激，它就起作用起的小了啊，把你精神把你情绪移开转移开这个地方上去。所以咱们经常讲，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焉。那这一句话实际上，这就是古人讲啊，古人讲，古人经常就讲这个精神因素，他不会像我们像这样讲，但是他就给你讲一个心就完了，讲一个心就够了，讲一个心，一个集中，一个心不在，讲心的作用就这么讲。所以你是讲的最简单，但是这个孔子他讲的这个东西嘛，他是根据古人的讲的更多东西。古人就讲嘛，你要精神不集中，你干活也干不出效率来。他说一个人去那个诗经那不讲嘛，是要去采那个去算去采花，去采那个食物，一个人就漫不经心，那这采了半天，这筐还没采满啊，还是没采满，你就是你这精神不集中，就没有效率了，起不了作用了，有些问题啊。说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对外界事情起反应刺激了，精神不在这儿，你就可以感觉不到它。但是从医学上来讲嘛，那可以讲说你注意到一个地方去产生外抑制，外抑制。但如果精神还没到那个外抑制的程度，没到那么高的时候呢，在这儿反应度反应不起来啊，反应不起来。为什么反应不起来？为什么反应不起来？精神不往这儿注意，这儿浑元气就少，这儿气儿少。咱们讲进的功啊，得处理讲这个气儿。精神他注意那儿，气儿就往那儿去了，他没注意这儿，这儿气儿就少，这儿气儿就少，你来了刺激，这原来这个气和那个发生的混元变化量就少。我们讲得讲出点物质因素了呀，你比如说身体有这么多气，一注意把气都聚在这儿来了，这儿气比较多，你这来一个刺激好了，这儿气跟着混化量就大，气的变化就少。这儿呢气很少，你也来个刺激好了，跟它混化的就少，跟它混化的一少，变到人体里边去的那个混元物，一个混元物的话总是得混化，自身的和外界一混化，我能够混了才能变成人自己的。你这儿气儿多，精神往这儿集中，这儿容易混化，你不往这儿集中，你这儿来了也不容易混化。所以外面东西来的很多，可你把它化不上，化不了它就要走了，又成了自然界里去了，进不里边去，进去了才一个，这儿一进来十个，进来十个脑子里边就感觉到十个，这儿进来一个脑子就感觉到一个，就这么个问题。所以咱们这种功讲啊，不是个讲空的啊，不是个空的，不是讲一个空的，它有物质基础在里边，而这些物质基础呢，现在科学还没认识到它啊，还没认识到它。我想呢，将来咱们搞了智能工之后啊，搞智能工人多了，我们提出一个科学方案来，我想它一定能够很快能突破现在好多的，就拿现在的科学技术就可以来突破好多东西。现在他们不懂的气功啊，他那个想的思想方法想的不对，他设计的东西设计的也不对。比如说，就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这个气儿进来一刺激，它一接收了，接收的多，它里边混元气就多，混元气多里边一定能变成物质，变成物质，神经细胞里边有的神经细胞里边就有颗粒多，有的神经细胞里边颗粒少。一般脑细胞里边负责感觉的里边颗粒多，负责运动的颗粒少，负责运动的里边它是往外发放的，它都是里边本来有的信息，负责感觉的外头一刺激一来了，来个新的浑元气一变化，新的东西它一多就变成物质进去，到里边就形成颗粒啊，就形成颗粒。现在他们去研究去保证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他们也不，有的科学家们谁也不听我们这个词，你们那谬论，说谬论，他不听。这像那个，你要现在查脑细胞的，用神经那个细胞那个分子学的角度来说，
分子生物学的角度，从细胞里去查这个东西，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呢，这个物质变，我们讲这个，当你分散精神的时候，精神一分散，好了，你这儿气少了，来了外界来的刺激后，它变不成自身的活元气，到里边少，所以反应就神经反应就小，是这么个道理啊，是这么个道理。但是这个书本上没这么讲，我们书本讲的是例子，我给同学们讲的是机理，这些例子的机理。说你看书，说你看书的时候，你看书的时候，别人叫你声音你就听不到，这声音听不到。实际呢，你要从反过来说呢，因为你集中看书去了，你把看书的那儿加强了，你那儿集中了，加强那个，实际放松了这个，减低了这个。我们讲减低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减低的方面来注意它。减低嘛，就是你精神移开了，分散注意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可以是不是集中分散，就随随便便的分散啊，随随便便的分散啊，把这精神涣散了，分散那也是可以的。但我们说那个像那个像你集中看书，那是别说集中了，把这个那是属于移情转移了啊，转移了。移情和分散这两个东西还不能相等，还不能相等同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抗意识，对抗意识能够减低这个降低这个反应的强度，对外面起反应这个敏感的亮度，它你意识对抗它，我不要，我不怕，我没关系，就从内在里边，从精神里面定下来固定，这是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能动作用什么呢？称为定向化。还比如说，这还是个意识，个烟体里边，我要定住，我不动，我这个堡垒圈，我定住，我不动。你比如说个人感觉吧，外面有东西也混化了，也进来了，你进来我就不动。内在的意志不，咱不是这个意志啊，而是这个意志。这个内在的意志啊，内在意志的固定，拿内在意志把它固定了，我对抗你，就是因为一元体它是随意的呀，元体要一对抗好了，它跟它去对抗去了，它形成个力量，现在跟它相对抗，跟二相相对，把对方能把它抵消了。因为咱们前面讲了，意识集中之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力量。这个意识一集中呢，把一元体的力量增强了，它可以变成个物质，那个物质跟它一样，对，变成个对抗它的物质，它的对抗没了，是这么个道理。咱们平时讲啊，咱们在师资在那个辅导员班讲的课呢，我们就光讲这些例子啊，我不怕啊，不怕。光就讲这个，我们是讲它的机制，从这儿讲一下，都讲这个机制。具体例子，我想给同学们就不这么多讲，什么讲关公刮骨疗毒啊，又是什么那个，又是什么什么解放军的时候是开拉阑尾啊，拉阑尾这个情况啊，这个例子可以很多嘛，各种例子都很多。有人勇敢的人，勇敢的人，来试试，把个手砸一砸。打一打，过去不是有些个那个地头蛇争地盘，就耍硬骨头，看看谁骨头硬，这个拿刀拉一块肉，那个就拿一个火烫搁在腿上，滋啦滋啦搁个腿一上，滋啦滋啦冒油，把那个火烫慢慢不着了，你拉一块一拉就下来，我这比你还硬，搁这个大腿那一放，滋啦滋啦滋啦就听个响，就冒烟。
你这冒烟的，咱一个那边人拿棍子要打，把腿咣咣把腿都打断了，那个腿你他那个腿耷拉耷拉耷拉都变成耷拉耷拉的，就这样子。你拼硬骨头，那真是那个地头蛇，那以前那是那完全是那个流氓无产者的那个情况啊，拼命啊！再厉害的人，再厉害，为了争这个地盘嘛，争这地盘他自己不要了，给他个一伙儿给儿子争，跳油锅，你要跳油锅炸，把这呱啦在里边炸了就不动的，也就不带声响的。这在这里我们讲的都是旧社会的那一套东西啊，那个黑社会的玩意儿。但是从这里边看呢，这个硬骨头，这个意志的力量啊，抵抗啊，不对抗。我们一听到这家伙是掉了油锅那么炸的玩意儿，这手那么烫一下，这还那么火烧火燎疼呢，就那么去炸，把这炸死了啊、真炸死过。在解放之前，北京德胜门外那小市那边就是。可是呢，还没扎四二年就解放了，就是，就在北京啊，你说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医学学校就在德胜门那里边那离那不远。德胜门也有个小市，早晨起来那个跟现在自由市场一样的卖东西的，为了争那个小市的那个地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他那那个他怎么跳就跳油锅了，跳油锅就是。他不怕，这真是油锅一进去，他摸了身子都摸一下，他出不来。这跳你们没这么深呢、啊，这样这么炸给把人家炸死，就是这东西死在里边。这个意志力量是什么样的呀？那他们他方老师讲点好，他不好吗？讲些流氓干什么？流氓无战姐干什么？一讲这个，大伙一讲有点惊心动魄，是吧？那咱们讲点好的嘛，说朝鲜战场的是邱少云烧死那儿。啊，这不是好的英雄吗？这不就成了英雄了吗？一个炮弹，因为他埋伏在敌人，他为了发起进攻之前的话呢，已经埋伏在离敌人的阵地很近，很近了，没有多少米了，来了一个炮弹，来燃烧弹，燃烧弹一会儿落在旁边了，尤其是你这一动弹就暴露了目标了。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战争的需要。所以那的话呢，就不动呢，烧死了，烧死了吗？看到没有呢？就成为一个特级战斗英雄嘛，这是、啊，为了这是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骨气，那就不是流氓无产者的骨气了，啊，就是革命英雄的骨气，就是革命英雄主义，啊，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这是革命英雄主义，啊，像杨根思，他们是称杨根思孤胆东，在三八线打了受了伤了之后的话呢？到最后没有办法，他这腿都断了，腿都断了，自己爬回来，爬回来自己。他们因为军队都离开阵地了嘛，都爬回来，这爬了几天几夜爬回来嘛，就是。说咱们年轻的同学们没看这些书啊，这你对书都不大感兴趣，这是他看那干什么？没事看点书，看点现在这小说什么的，不行看那些东西了，看一看我这。咱们搞智能工的人呢，看看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艰苦的环境，看那些人们怎么一个顽强的斗志，精神怎么起作用。通过那个里边呢，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来吸取精神因素，怎么样来改变生命活动的状况。那这个东西啊，我们同学们应该会从各个方面来学习啊，要学的里边它不是气功，我们要学的气功的内容，把那些东西为气功来用。所以像这个问题就是呢，我们就是这都是一个精神因素来降低喽。本来应该有的疼痛感觉，痛苦感觉，这个精神因素把痛苦降低喽。我那么想，如果邱少云他们那时候又他会懂气功啊，他当时一烧的时候，脑子这一静，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也许那火就灭了，也许就，因为当时他有那么顽强的意志，有那么顽强的意志啊，这么烧个就不动弹，毅力得多强啊，精力多强！如果他那个精神的话上，那个火他没火，那火不就灭了吗？就是，可能就没了。因为咱们曾经有一个学员，这是87年春天，87年春天呢，这个人是85年学工的，
学工的时候，他学的并不太好，但是他这人挺钻的。1987年春天，他上参加人家一个别的工法学习班去。去了以后，人家他们那个工法那个大师就吹他们工法怎么好。他去了参加学习班是什么呢？你那工法还不如我们工法好呢。你参加一个学习班去了吗？你说你的功法好干什么？用来治病，哎呀，什么请神仙，请神仙，请心外人，什么请70岁的、80岁的，最后是请200岁的心外人，给人治病治没办法。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就我这20多岁的看怎么样？”他给人治病，哎，这个那个一个老教授，哎，说你治病比他们请神还好，还好，我们这种功不请神。到最后的话，这还一下课，你好多学员都学这个功法，就来就想找他，就想找他茬儿，就他一个就想找他茬儿，找他茬儿。他说：“找茬我也不怕，老子不在乎啊，老子不在乎。一说不在乎就出门，出门的话，那从那就压水的，那个喷那个，喷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先那个给那个树喷那药的，喷药的，他也练他们这个功的，他想喷他，哎呀，他说你。”压不了，一说压不了，今天搬不动了，哎，怎么搬也搬压不出水来，搬不动。说你再动，今天就坏了，你再动就坏，压搬不动。哎呦，这家怎么回事？这家真有本事啊，怎么回事？我这压，我这压了半天压不动，那出去走了，走完了，他说不让你们捣乱，不捣乱，捣乱，压不动了吧？说让你们压不动就压不动。他说了，他说刚说完这句话，这咕哒咕哒就压出来了，就，他就问我，他说潘老师怎么回事？他回来到了88年，他问我，我说怎么回事了？我说你一开始呢，你就是怎么精神非常集中啊，非常集中，他动不了，哎呀，而且那是你当什么就是有这真有这么点是那个冬天那个这么个劲头了，而且你一个但是这么好多人就我也不在乎你，这下动了，心精神非常专一，好了，他也动不了了。你刚才洋洋得意的歌，我要你压不了，好了，他就坏了，这一直不行了，解决问题了，松开了。就那么简单，就那个那时候还没气场不够，就凭他个一举力这么一搞起来，弄起来的。但是他们那练功的话，当然他那也会有个气场，各种功法练功都有，他们只是不懂得主动的自觉的去运那个气场。他有个气场嘛，因为现在那个功法也是开放性功法，就是啊，开放性功法。嗯，他跟智能功不是一类啊，在那这块加了个气场，他那一动弹，因为他好多人呢都注意他呢。如果没人没注意他也大，好多他出去的时候看看你小子看在这儿，出去过这儿喷水就看你怎么过的，那喷着那药呢，这过去怎么弄，就喷一下看怎么弄，都很多人都看着热闹，这么一来的话，互相给你打精神一看他集中，把那个力量都集中他身上去了，还有这么个力量在里边。他得跟我讲说，就得告诉大家呢，这个对抗的意识，这个意识起作用啊，很了不得。你要去对抗，你要想去对抗，它就产生对抗物质，力量就产生对抗力量。这个意识里边呢，将来咱们讲意识论，讲火焰整体观的时候讲这个问题，它这个整体的正好来一个物质，一个物质这个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那么呢，它要接受它的话，就是这样的。你们觉得这个咱们这是烟体吧？这个样子，这烟体。他这一来咱这个样子，他一接收的话呢，这正好是这个膜，跟这个膜，啊，这么两个一结合，正好这么结合。你来是什么样子？你这意识一动，一对抗它，好，全面对抗，这是自然形成的。如果你来的是这个样的，好了，它就这个样的。就跟咱们现在，如果将来咱们同学没有学是那个生化的话，这个酶。这个酶起作用，这个酶啊，这个酶起催化作用为什么非常快呢？它就在这个生物一个细胞里边，一个分子里边，一个大分子里边，它这个镶嵌作用的话呢，你比如这个酶的它这个形状，打个比吧，你是个这个样的，那么它这个它催化那儿正好它被催化的那儿，就相当于是就是个这个样的，打个比喻啊。它这一催化，好的，断了，成两个了。
你要是不拿乐器吹话，这正好是非常非常的吻合，这个配子，受体和配子能变成一个对一个对子，一对正好很凑巧，非常吻合，一动一下就起了，非常快。你要不这么弄的话，你看那咱们现在化学的合成那么高，费死劲了，却打不断它了啊。他那个呢，他这个酶里边去的就非常的恰当。眼底接受事物也是一样，你来什么东西，它反应什么样子，它完全是跟这个结构是完全是，这叫互补对称，互补的。他的这个样子跟，如果他这是或者这个情况不应该叫互补，这叫一个结合，就是啊。他们两个是正好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合成一个。所以意识的一想，你只要是现在你受过一个这个刺激，脑子打成这个烙印，好了，你这个东西还在外面，它发出的信息就是这个，它出去就这个信息正好跟这个套上，一套就起作用。所以意识的全息性非常厉害，你接受什么信息，打出什么信息，那个时空结构。今天咱们讲，以后讲火焰整体观的时候，要会细致来讲这些问题啊。咱们这儿就随便说一下，说这个对抗啊，对抗，实际上他的意识里，你自己虽然不懂得我怎么去对抗他，我怎么把他消灭了，你就想我对抗，我不怕，我要没有，你想呢？因为脑子里边很多信息自己加工，给你加工以后，就跟那个外那个客观事物整个抵消了，是这么多起变化的啊。通过意识再结合混元气，结合上气一块起作用。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同学要懂得这个机理，这个机理要懂得，懂得这个道理了。如果我们想练气功的人，我不信，不可能，你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啊？给那些个治病的人，给去治病去，他不信气功。他找你治病，虽然不这么讲，你来给我治病，我不信。当然有的那么讲，我不信气功啊，你给我治好了就信。他就本来就跟对抗上了。有的情理治病呢，他没说我不信，可是脑子里边呢，他不信。所以给你治病，他虽然没有故意对抗，但怎么他脑子里边是不知不觉跟对抗上了。所以很多人呢，很多气功师都不懂得这一番道理，所以他们出去治病净栽跟头。来几个病人治一治，效果很好。农村的呀，一般的新气功人一治一个好，治好个不要说太少啊，治好个百十个，那就牛气上了。哎呀，我这不了不得了，这走路不知道怎么走了，来个病人一下就好。这里也想给他们高级领导治病，给他们名人治病，好了，一到那儿去治不了，给别人一呼了就好了，跟那一呼了，没感觉，什么事没有？他不会吗？那我就根本有，动不了，疼动不了啊。所以到最后呢，本来气功界就互相骂，你骂我骗子，我骂你骗子，所以外人的话呢就骂你们都是骗子，所以本来就这么骂，说明都是骗子。你去了一治病，说我没问题，早一治就好，你一治没好，正好落你是个骗子啊。所以气功界好多人呢都想上中央领导那儿去走走去啊，中央领导走一走的话就支持于气功。所以基本上他们走的这些人呢都没闹回支持来，大概其都差不多是不支持。什么样的支持了呢？去了气功师，你想没外气，你要想身体好自己练练，哎，这样说的话呢基本领导倒支持。他说呢，你十七岁你不说瞎话，真的练练还能不身体好吗？他说我根本不练气功，我就跑步身体也好，我游泳身体也好，我打网球身体也好，但练练你可以，你也说这个他信，说外气，你给我治治病，治不好我不信，哎呀，这些。但是他就不懂得意识对抗在里边起作用呢。所以咱们这种气功呢，要懂得这些道理之后，一方面要应用它，将来治病的时候呢，你要跟人讲道理，讲啊，反正都讲烦了，他讲烦，你快给我治吧。
讲讲再讲怎么有效，讲给他讲什么，讲成果，讲了成果，听听都听心里痒痒了，得给我治吧，到那边来给他干一针，糊了好了吧，就好了就好。你要不这么搞啊，你要到了去治病，保证没效果，这是我多年的临床经验，这是。所以咱们这干什么都要有经验，那有些情况下没这个经验的，非栽跟头不行。我们同学们呢，将来就不至于懂这些道理，就不至于栽跟头。过去讲为什么讲有教养没教养呢？就是我们这同学们呢，你接着跟他们来，这我们就不叫教养，我们就是有修养了，就是我们就算气功修养，就有了这个修养了，你出去你就不会碰钉子，你就会很好的处理它。还得讲点道理，我给你讲点道理。为什么你要不信？你不起作用。我给你讲吧，你说我对抗不怕，哎呀，对抗吗？我们跟敌人拼命的时候，拼刺刀的时候，你要不那点一鼓劲，我要跟你拼，你不就有力量了吗？所以你要不相信，你跟我拼了，你要跟我拼刺刀了，那我打不过你啊！就是你是个领导，你带着好几万和那个好几万军队呢，都能指挥他们，你说我拼不过你，就是那我还给得了命啊？这可是你跟我拼刺刀，你现在不是打仗，可是你自己要我给你治病啊！你拼了刺刀，你倒挺勇敢的，你保护了你的病啊，把你的病保护了，没有别的呀。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慢慢给讲清这些道理以后呢，他就好什么了，是吧？这些问题就好说了，解决问题就好解决了。这是降低感觉亮度，但是提高感觉亮度。提高感觉亮度呢，这里边一个是呢，加强注意，把注意力集中。咱们前面讲那个疫情分散的时候，咱们是集中读书去了吗？你读书听不见别人说话，可怎么样？你要读书的话，你就把读书这个事情你就提高了。所以当你注意的时候，你注意的时候就能把这个敏感度提高它。为什么注意就能提高它了呢？从咱们现在医学上讲，说一注意把身体的兴奋度提高了，那为什么注意兴奋度就提高了呀？又讲不出来了。咱们气功里讲嘛，因为那个精神一集中，一注意，一注这个东西。当然现在讲医学来讲，心理学里边讲什么有意注意、无意注意，什么内向注意、外向，讲了很多的那个讲的注意的形式呢，讲的过程，咱们不讲那些东西啊，咱们就讲这个注意。你看这个词儿，注意为什么有个三点水？注意呀，这个注到什么讲？把那个水注进去，注在里边去啊。注意嘛，把这个意念注在里边去。我要注意您，把这个意念注在你身里边去。注意嘛，把这个意注进去。这里边就是呢，你要注意什么？你比如我注意这个，就把意念注在这里边去了。这个就把意念注在这里边去。你把你的意念注进去了。你注意进去了，你把你的意念注意给他了，把意进去了，你的意进去了，他里边有气儿了，他气儿他也会活动的，自然就把这个气儿你就拉回来了。跟咱们这个拿从那个电子学说来讲吧，这一个物质它能接受多少电子和出去的电子是相等的。那普通的物质它就是这个电子呼吸系数，它在保持正常状态下，可能进来的电子和出去的电子是一样的，一边多，这是它保持的物质平衡。意念往里面一注，我们意念进去了，那么你就能够把它的气能够接进来。这是第一。我们不要以为你只要一注意这个东西就完了，你一注意它，你为什么一注意它以后脑子打的印象就深呢？因为你的意念一给它，把这气返回来了，你在里边进去了。这是第一个过程，是第一点。啊，我们讲说你要去参观去，累了，就这个道理。一注意念，你往外一注，一念过去了，把气带回去了。个人，你没注意把气收回来，没注意收它，还是晃晃荡荡的。一念注意这个，
都没收在脑子里边呢，所以非常累，非常疲乏。再一个呢，你要一注意的时候，在元体里边，那也集中了。人家有元体，然后一注意它，它回了一部分。再往这边去注意呢，它就起来往这边集中。你这边来的信息，它就好混化，好混化，反应就强了，反应性就强了。反应性就强了，所以你一注意它之后呢，反应性强了吗？那么你感觉就大了，你的脑子印象就深了。但是你要是太注意了，你就把那个记忆性没有了，因为太注意都是往外注意呢，往里边去，你把它转化成你的记忆就记不住了。咱们同学们，你们想想看，有时候这些事情可别忘了，可别忘了，要注意，要注意，越怕忘，说忘了，忘了。有的时候呢，人说个话，就随便在这儿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过几天还记得清清楚楚。说个人名也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有时候说个事儿，说个字儿，说一件事儿，哎，脑袋还想，别忘了，注点意，别忘了，别忘了。越说别忘了以后呢？过几个钟头，我什么说放的是什么呢？我发现有个事儿，什么呢？不清楚了。什么道理呢？就那个注意啊，太往那儿去注意那个东西了，没注意完会收，没注意完会收的去。注意把它封闭上了，它就转化不好转了。一个注意力能够提高我们的亮度。当然注意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自己感觉增加了，不光是自己感觉增加了，因为你把意念往那一注，你把那个物质的能量，把它的气通过你的意念给它加强了，这样它对你的刺激加强了，这么两方面的因素。当然有的时候注意呢，不知道注意什么东西，一说注意，一说注意，要说注意，你这就集中一下注意哦，再来时间好紧，那脑子里边紧张起来了，集中起来了，气儿。你要说注意什么东西，说老中山一说，注意这个笔，大伙一注意它，好了，大家意念都注意这个笔上来了，实际呢，把这个笔的气增多了，它气增多了之后，对你的刺激量加大了，是这么两方面的缘故。咱们现在心理学也好，医学也好，只是讲了一点，说注意，说内在的神经系统兴奋的增强了，没有讲一注意能把气儿注在外面去，能注那个事物上去。我记得去年我跟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讲过，随便讲过个例子，就说讲我们在79年上莫干山开会，80年在莫干山开会嘛，有一个朋友是韩国的欧汉荣，他就讲。他说你们谁往墙上那么不要碰那个墙，就往那墙那么一打，不要接过那个墙，你们就走，我看你们谁打的我知道。那这个东西就这么解释，没打，你看等于打上那个墙上，啪打一下，有个指纹什么，这个气儿打那儿了，好说，你就往个墙，你就冲那个墙，冲他那么一打，你们谁打的我知道。有人就打吗？他就知道。我说老欧，说我来了试试，我这行不行？说你别吓到了，你不带着意念打，那怎么看得出来？因为普通人打的话，你要想要打那，我先把意念，我要打了，要打了，这个意念就一拍都过去了。你这样的话，你不带个意念，你再瞎比划一下，那个气儿也过不去。你再随便一比的话，这意念在注意这边的，这有一搭无一搭的，都动一动。所以这么一搞的话呢，他那个意念这个信息不够，你本身的信息没出去，看不出来。你要注意也是一样，这你别拿手一注意，好了，已经干有这个印儿的，就是说咱们讲现在是宇宙啊，大自然里边处处都是咱们人的信息，你一注意点，好，这儿有张三，一注意那儿，这儿庞老师啊，那儿庞老师，哪儿处处都是庞老师，就是你逮不人家看不着，现在敏感了以后一看哪儿都是庞老师，你以为这都叫这儿的人庞老师多得很，哪儿都有庞老师啊。
所以过来说讲鬼讲神讲魂讲神，就其实呢就是人他的这个信息都留在这儿了嘛，就是。但有的时候呢你怎么轻轻走一遍，只是有个气的影子，那个几个月就没有了，你加意念好了，且掉不了呢，且掉不了，时间很长掉不了。所以这个注意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同学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得经常注意自己，别经常注意别人，注意你，你把你都分了，给他了，都给别人了，把你自己没了，把你分了，就是经常注意自己，自己注意自己好了，精气神都搞到自己身上那边来了，那你就圆满了啊，就气儿就比较丰满了，不愿意跑了，对感知外面事物也就敏感了，就是由于我们呢把神都分了，都跑了，都散了，我们自己才能不完整不完善，对外界事物你才不敏感，你里边就那么点气儿嘛，你都因为里边气儿多了，别人一来你才有反应，你把气儿都分出去都给了他了，你这气儿很少来了，你反应不过来呀。如果你这里边有十个气儿能反应出十个东西来，好了，你得感觉到了，你注意外面都跑到外面去了，外向用意识总是往外跑，好了，它里边气儿没收回来，里边还剩五个气儿，你外面来进来以后反应出五个来，你就感觉不到，所以好多外界信息你就感觉不出来。所以有些人就是呢，他那个气儿足，里边气儿足就好感觉，气儿少就不好感觉。所以我们要想着真正把这些问题解决，那就是要使自己身体里边那个气儿要足，要自己经常注意里边，说那我们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吧，对别人的漠不关心。其实你平时对人关心什么了？你对同学们都关心什么了？什么也没关心了吗？俗话都讲了，说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哈哈，都是自己管自己，真是到了关心的时候管一管，同学们互相帮一帮忙，其实生活当中不都是自己管自己吗？你得关心别人，你关心谁？关心什么了？关心别人怎么着了？就无非是啊，互相聊聊天的，聊聊大天的，那就得关心了，哪出来瞎捣乱呢？是互相干扰。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个注意能把你的意念把你的气发到外面去，给了这个事物，当然呢注意的时候也能使你精神集中起来，里边气聚集起来，能感觉外界事物，它提高这个感觉的亮度，是从这个意义上搞起来的。那你什么咱们叫什么讲听东西啊，听人说话呀，等等这些问题都有这个情况。再的事儿是，你说尤其害怕的人，你说害怕的人一直害怕，就是下面的东西了啊，心里难事，你说害怕，一害怕是越集中，精神越集中气儿越多吧，因为他害怕呀，一反应就反应大了，疼痛，你要害怕的人说疼啊，你这越头轻轻一碰的，哎呀就受不了了，就是。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解放之前了，你说那个我们那个闹，你说闹那个以前那个土匪啊，那个抢劫道的，抢东西叫砸明火的，明火执仗抢打人的，把我们村子一个人呢打了，把腿都打断了。他怕再打去，跑到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去养的，说我们都姓庞，然后让我一个亲戚给他治疗，治疗给他上药啊，上药刚给他拿开，轻轻还没碰着腿呢，他就讲，他说养我那个亲戚讲，就养过来管他叫哥，他说哥呀，疼死我了，说还没碰你疼什么，就是还没碰你疼，这是吗？那这是吗？这我给你打点麻药，给你弄，给你打点麻药，再给你弄，怕疼，我给你打麻药，给你来再打麻药啊，打麻药，弄，都给你打麻药啊，再打麻药，然后给他慢慢上完了，他说那个他哥，他说你不是刚打完麻药，他说那怎么还没上呢？他早上完了，
就像这些问题就可能他精神特别紧张，很害怕，自己给自己难事，哎呀疼啊，这一动就疼啊，自己给自己难事，一碰其实你刚刚都一碰他，哎呀疼，嗯，当我们给那个难事的话呢，说你说你给打麻药，他脑袋这些人他就说我又难事，又难事的话等打麻药了，他这里边的精神就分散了，就不疼不疼，这问题是吧。那一般来说别人的难事也是一样，你也没碰过这东西，你说难事呢，这个东西特别难受啊，你这还没接触之前，这汗毛都立，一摸到这要机灵一下子，机灵一下子就害怕，这个稍稍的一碰这受不了。所以像这些问题啊，大家得特别注意它是吧。所以我们对这些个难事啊心理作用也特别注意。不过也真正催眠以后的难事那就表现更明显了，这个书本的可能没有写啊，书本没有写催眠之后的难事，那就那个这那就是增强这个增强这个这个情况，增强或减低那就不得了了。像在外国呀搞这个催眠实验，把人进入催眠，催眠了，催眠之后进入到深度催眠，把胳膊上放一个冰炭，放一个冰块，放一个冰块就讲那个火炭烧，那是个火炭，火炭烧那火炭，一分钟之后把这个冰块拿起来之后那就起泡了。这么一个冰块怎么能起得了泡呢？心理暗示，精神作用，那脑子里催眠了，他别的什么信息都不接受，就接着这个催眠师的一个信息，催眠师是火炭，他脑子里拿那个冰那么一刺激，这个凉的刺激，很突然的刺激，一下就是个热的反应，他脑子里边把过去火烧的这个这种的反应一下反应过来，就出泡了，给出气泡了。这里边呢也就包括了精神变物质这些东西在里边了。有的时候那个把它催眠之后，催着眠走路烧红了的铁板十米长，所以走过去吧，从这桥上走过去，木头往上走吧，他走过去他脚没有事儿，脚没有事情。过去看一看的话，这个脚的话呢，就是这个老茧，这个脚上那个茧子呀，就微微有点发黄，连糊都不糊。咱们讲说客观存在就客观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叫客观存在，客观得通过你主观起作用，因为我们这人，因为我们这人有反应，而且有神经反应，有了这么多的什么冷啊热的这些反应，你脑子这么一反应一起变化，好了，经验有了，这东西一来脑子里面先起反应了，这个归式反应过来了。我们以为这个反应客观就是怎么样子，不是啊，不是，我们的意念，就咱们昨天上次不讲课，说从楼上爬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小孩也爬呢，人往地下爬呢，从楼上往下爬呢，是爬，从楼上爬地下来了，咔嚓爬下来，还照样往下爬呢。他意识里边他没这个高度变化，没这个概念。这个意识对这些个变化呀，很了不得，很了不得。所以我们如果同学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了以后呢，如果我们醒着，这成为催眠状态不也一样吗？脑袋就一个单一，就是单一的，一拿火袋冰块啊，拿一块冰，脑袋就一块冰，就完这块冰吗？拿这块冰块，这火炭打打，哎呦不行，一摸就烫得了不了，就是。所以那个意念，可这一般这么说呢，脑子里边它的精神活动状态，它是一个分裂的。昨天我们不讲了吗？我们这个意识被五马分尸，就分裂的。五马分尸的一点好处。好处在哪儿呢？你摸冰块就是冰块，你摸冰块就成不了火炭，就这么个好处，是吧？都分开了，把这局部了，把那个意识的局。